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评论道》。今天呢，我们为您讲解的棋局呢是2019华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季后赛第二轮的第一回合。是由山东队的范廷钰对阵中信北京队的陀佳希。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大名鼎鼎的泰哥孟泰林。你好，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孟泰林，非常高兴再次和大家相约在午夜的文评论道。这盘棋呢，应该说是范廷钰的好局，他发挥的比较出色，应该说，当时呢，他们两个队呢都处于这个保级区，就是下半区，季后赛嘛，因为输的那一个队呢，将进入到接下来要最后跟底下这个。中信北京队是最后是跟那个拉萨队要最后要决一下谁降级，所以呢非常重要的一盘棋，应该说是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棋是怎么下的吧。对，好，因为降级这个比那个争冠那个压力要大多，是吧？是的，对，尤其像他们这种世界冠军级的棋手，他们所在的队伍要是降级了的话，这个给人的感官上的那种感官上的冲击肯定会更大一些。而且山东队之前是拿过冠军的，中信北京队也是，中信北京也是属于那种传统强队嘛。对，而且北京是卫冕冠军。他们之前就拿过两届是吧？拿过一届吧，应该是。那就是说他们队除了陀佳希是世界冠军，还有陈耀烨，都是特别强的，都是。山东也是两个世界冠军。是啊，还有姜维杰。对，所以他们任何一个队降级的话，都是。对于当地所在的棋队来说，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。没错，所以我想双方一定会全力以赴。是的，就是他们的压力会更大一些。我们来看这盘棋，他下了这个行为。然后这个行为，是的，八角。我觉得这种四连星的开局，就是双方的。前面几步棋的选择方式特别多，第五手棋可以直接考虑边角，是的，也可以挂。那白棋可以考虑飞，可以考虑反挂，以及这盘棋陀佳希选择的直接三三点角，对，就变得很开放，这个布局怎么下都是可以的啊，因为其实无外乎星位来说就是点角和挂角，然后手角或者是黑棋双飞燕这几种形状比较常见。那没错，也就是这样吧。对，也就是这样，是的。黑棋呢，也就是无外乎挡哪边的选择。这倒是挺容易。对对对，反正你想挡哪边就挡哪边，都有啊，都可以挡哪边都有。是的，挡这边好像是稍微多一点。我觉得原因主要是因为可能看胜率可能稍微高一点，其实是无所谓的，都一样。长也是非常简明的下法。白棋飞出来了，现在基本上这个点三三啊，这个变化是最常见的了。对，反正经常一下就下成这样。对，因为这个最简单，也长也不需要动脑，也不需要考虑飞一个白棋顶还是拖啊，对，反正都差不多。所以长一个呢，就走一个最简单的。配起拆，然后黑棋挂角，白棋手角，小飞了一个，然后黑棋在。左下点角，这步棋跟这个点还是有点不同。因为这个子存在嘛，所以这一带的变化也因此而有所不同。黑棋走成这样之后呢，选择了在底下搬砖的下法。对，我就看范廷钰的棋，这个空捞的实在是很足。对，他这盘棋选择这个定型，下一盘棋他还是这么下的。是吧？他也是这么下的。对啊，也是这么下的。但是这个下法应该说白棋我觉得是没有任何不满的道理。你觉得白棋不错就跳出来之后就爬一个。因为这两下交换黑棋是有些亏损的。这个不是长完了逼黑棋不会很多都拐一下的吗？对啊。他不拐。他不拐了。他不拐。是觉得这可能被飞过来他觉得不好。或者说觉得不愿意选择这样的一个定型。他就没打算下成这样。真没打算这样。但是。这样的话我是觉得虽然这还是存在一个断点，但是这个断点没有那么重要了。因为断点本身没有价值，没有目数的价值。它必须要再建立在就是说关系白棋这块棋或者这块棋的生死的时候。
啊，或者厚薄的时候才有用。嗯，那这个还是有很多的前提，比如说你这两个子必须要先跑出来，对，同时这两个这个价值必须要很大，嗯，而且是致命性的，就一系列的这个前提下才有可能存在。那相对来说，它的可利用空间、可利用价值就小很多了。嗯，所以其实我们来看，如果是像这样的话，那么黑棋有靠、有长、有什么各种上面、下面各种下法，利用空间是很大的。嗯，但是由于这两个子的交换的存在，我觉得，我觉得这个局部白其实可以满意的。但是他好像比较擅长这个局部的，接下来之后后面这个地方他就下得很如鱼得水、感觉。那倒是，他比较熟悉。对，他可能比较熟练。对，他也是，这也是他选择这个。对，有这可能性。嗯，是的。然后他拖了连扳。拖连扳，这一系列肯定都是在他的赛前的计划当中。嗯，白棋虎也是现在非常常见的用法。嗯，没错。嗯。虎的话，黑棋一般都是虎的吧？对。如果说立的呢，黑棋有虎起来的，然后打了就接上，是吧？黑棋必须虎起来，就不能虎这个。对，打吃。啊、就接住。然后这也是必须拐吃，这拐吃是比上面要大得多。啊，那肯定。对，然后黑棋再拆回来。这就拆这儿吗？随便摆一个。嗯，这两个我不知道。嗯。这个的话就是有可能空虚，但是。感觉上还是想高拆，嗯，这也是一种下法。我觉得白棋这样下也可以。我觉得实战的让我选，我肯定会选这个。哦，我比较财迷。这确实是看得见哈。对啊，有根据地，有目。因为你这拆完了，待会儿我今天这里面不是也差不多吗？慢慢破是吧？不着急。嗯，对，就是两种风格，两种下法。实战选的虎呢，也是有。兼顾外面的这个意思。对，当然虎是有虎的好处。嗯，当然确实，我觉得裘老师刚才选择，我也会那么想，因为这边正好被这个跳下。没错，我不太想选这个现在。嗯，对的。然后黑棋再拆，还是拆到这个位置。是的。就是一个是选择这边，一个是选择脚上，哪个更好？他如果说一样都是拆在那儿的话，那我觉得这个结构，他如果说接下来白棋不打算干什么的话，那不如刚才。对，脚上的目数明显是刚才那个好。对对，因为一般来说白棋这么选择，这边的至少这条边是有价值的，是有很大价值的才可以。那现在这条边的价值相对来说，没有那么大，因为这个子的存在嘛。对。啊、当然了，这也是正常应法之一，这是。而且还早了，这都不是什么对决定胜负的地方。对，这是风格的问题。嗯，他是挂了一个。对，这是正确的方向，然后再尖起来。好，黑棋这步尖确实下得很，这个是稍纵即逝的良机。我觉得，应该坚定。只有这个机会吧，对，否则坚定就走不着了。是的，啊，否则要么就自己跳一个，但有点太缓了。是的，你坚定一下就是强行先手把脚护住，你进来我就不让你读拱。没错，是，我是觉得黑棋的控制是时控捞得非常的足，是对盘棋下的。对，然后呢，黑棋抢的是抢到这个贴，这个贴也是局部的后续的下法非常大的一手。对。而且他这样可以保证征子有利啊，是吧？对，征子是指的靠了点角，靠了点三三。然后黑棋团到这里的时候，他断了，这里出现了一个征子。嗯，这边的征子刚好黑棋有利。嗯，啊，没有这个子就不利了。没错。嗯，所以确实是这个本身贴的价值，而且也有兼顾那个角上的意思。对，是的。嗯，所以这样下到我觉得黑棋还不错似的，看起来啊，但只是不错而已。对，就是黑棋这个尖点就是强行防止白棋往脚上拖或者飞。没错，没错，是的，是非常务实的一种下法。嗯，也是范廷钰比较喜欢的风格。对，而接下来呢，其实局面的重点还是在于这块棋。嗯，因为全局其他地方，比如说这条边价值已经缩水了，这条边也没有特别大的价值。嗯，上面呢，因为这个如果我们不看中这个断点的话，那上面这条边也白棋已经占据了嘛。嗯，接下来的扩张也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重要。嗯，所以焦点肯定是在于这边白棋如何选择。
您说。其实我坚起来之后，我觉得，这个打入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。对。但是这个打在什么地方？打在什么地方？对。这确实。这个是重点，没错。因为它贴起来就是毫无疑问，这里面是存在打入的，就是说它贴在那里，它不惧怕你打入。你这打入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，这个很重要。是的，你如果只是破空，那很容易这件事情。对对。啊，我是想打在这儿的，但是打在这儿是不是好，不知道。这步棋确实，我觉得打在高位是要更好一些。好一些嘛，觉得嗯。对，因为这边黑棋相对来说还是走了很多子嘛，包括拆明，它很厚了。那我们首先选择打入方向一定是这边，然后这边呢，如果打低的话，这实战就被黑棋盖住了，对，那黑棋就成为了完整的一片，没错。那走在这里呢，就是不让黑棋盖住，等于说白棋希望的是能够跟黑棋一起对跑，这样他就不会那么被动，相对来说，我觉得是，就可能是更多数人的选择会打在上面，毕竟是。还是不情愿自己一味的防守嘛。是，这实战佟佳熙选择打下面，这步棋就，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针对性。他可能面对范廷钰嘛，范廷钰比较喜欢实地，对，我们也看得出来。对, 对，所以他觉得，我还是有针对性的，先把你地给捞掉再说。但事实上，这步棋也是有点极端，因为毕竟跟角上还是，如果我们把这条棋子算成先手交换的话，那这个地方白棋的坐后空间其实并没有那么大。对，这就是白棋接下来面临的问题了。怎么办呢？就变成在里面一个人要苦苦的坐过，一个人腾挪吧。实战的下法在拆移。活棋是没问题的。但是外面黑棋很厚啊，是的，然后白棋是先虎了一下，就是白棋就只能去忙活了。可是我们看到，就是因此黑棋全部都是变得非常的厚，没错，而且它活得挺苦的。对，打吃只能粘上，还要强调你有断点吧？没错，走了，在小尖，这一切都是，也算是，就白棋要这么下，那就黑棋也没什么办法了。然后白棋只好坐在这儿，有点惨看着。对，就因为这个虎本身是白棋要的，我们经常能看到黑棋搬虎，白棋打吃的棋形。对，现在等于说这个白棋走不到了。他等于是被虎着了嘛？对，走着了。对，所以虽然白棋把下面套了，但是由于黑棋整体都变得很厚，而且还虎到这个，白棋其实。并没有说逃掉很难，因为打入其实你也已经把空给掏了。现在就是让黑棋，就是让你自己做活的同时，也让黑棋变得非常厚，其实反而是未必便宜的。我是觉得这打入的结果，我不太赞成白棋这一方。我觉得黑棋太厚了。而且呢，这个虎也虎到了，从目数上来说，我也没觉得白棋得到了多少目。是的。所以从结果来看，这个打入不太成功，看着。对。我觉得这样的话白棋不是特别好，当然不仅是因为这一个局部我觉得接下来白棋必须要搬一下。要搬一下是吧，这个地方应该还是有一点目数上的差别，包括眼形上搬，其实黑棋也只有搬，那肯定要搬吧，然后再走，那应该总不会亏的。就搬找一下就觉得赚了，这个对，因为假设我们看成这样的话，这长等于说将来可能是黑棋能走着，这是跟搬一个相比目数上也好，甚至包括眼形上可能都有点差别，就搬是能搬到的，搬是肯定能搬到的，那搬到总便宜的，总便宜的，觉得我觉得这是要差一点，实战佟佳熙选择单拆，对，看起来白棋好像左右两边都走到了，他其实不是那么回事，对，这一点他先把这个给抠了，这太痛苦。我觉得范廷钰特别擅长这个。是的，这个是没办法，只能挡，否则就不活，否则你要是你就不活了，就只能挡住了，只死一手。是的，不然就只能忍回去。所以这样的话，这里面其实只有三目，这吃掉一个，待会被一拖，还是只有三目。对，然后这粘先手就是，哪怕你从这边打出来，
这个局部已经是铁壶，对，这边已经是铁壶，这边是后室，就是这都是稳的，嗯，然后辐射全局，嗯，然后你这个局部就像邱老师说，只有三不起，因为拖的时候还只能打这个，对，否则这个上面指刺还被断开，没错没错，就三不起，脚上也被糊到，其实整体的白棋目数所得并不是很大。所以我刚才一直在看黑棋，它是尖的，它不是点进去收的，这外面差一气是吧？啊，点进去关键是上面厚薄的问题。对，对，有厚薄的差别，嗯、点进去里面差一目棋。对，这比较精细的地方，我觉得还是应该信任范廷钰。嗯，您说的点了再尖是吧？对，那点了我爬回去吗？那搬完之后，对，它好像这是不是有点问题啊？啊，对，那厚薄还是那等于说黑棋就得补在上面。是的。嗯，这个还是很稳健的下法。那就是说，这个下法是正确的，对，是吧？对。啊，像这样的时候，应该是白棋其实是稍有不满。我觉得白棋并不便宜。嗯嗯。然后接下来就黑棋的先手，在这边靠上来了啊，因为这边全厚了嘛，这就随便下了、嗯，就反正都不伤这边了。是。白棋搬上面，这也是算是正确的下法。那黑棋就一步一步的，嗯，他特别就稳扎稳打的，这个把木全守住，对，然后他的木守得多牢，这个脚牢牢的给你守住，对，这其实如果这边已经先下成这样的话，那白棋绝对不会接受这个结果，白棋打入是要攻击黑棋的，但现在等于说，嗯，跑底下去活了一块棋，对，就反而变成白棋很委屈了的、的样子了，嗯，所以我觉得这也是。黑棋可以这么下的原因，嗯，也是白棋不满的原因，嗯嗯，然后白棋飞了一个，白棋飞，副长这边其实，是我觉得这棋形看起来也不太对，这价值也不是很明显，他显然不知道下哪儿，他走这个吗？嗯，好像我感觉比飞可能好一点，因为这还是比较务实，嗯，有目看得见，嗯。嗯飞这个的话，就是它是要扩张上边，嗯，可是这棋黑棋上面很厚啊、这边很厚，这边也很厚，然后你去扩张这边，其实，在全局其他地方没有配合的情况下，白棋很难做到，嗯，啊，扩张的很大，是不可能的。实战被黑棋一点的时候、嗯，其实这个地方白棋反而，我觉得还不如自己糊回来算了。是、啊，这个结果来看，肯定是不如虎一个。嗯，这虎一个其实很就是很扎实的，这块棋已经很厚了。是的。然后呢，你这两个子，你不好意思跑了，就跑自己一个人干巴巴的跑出去，有什么意思吗？究竟？对啊，那你如果贴走，那就走呗。那就帮他守木呗。就这木就守上了。对，不是自然就围出一排、是的。对。这有的时候可以稳健一下。对，我是觉得。虎一个棋形还是很正义的，不过以陀加西，我觉得他可能不太愿意虎。主要是黑棋刚走了，立刻就等于说被让黑棋全部实在的围控了，他觉得还是有点不肯。嗯，我觉得是本手吧，就是至少从这个局部来说，我觉得虎一个像是更好的一手。走这个关键，他对于这边的影响不是很大。那如果只是单纯的扩张上面的话、嗯、其实是达不到目的的。是的，没错。嗯，这个被人家点进来了。对，点了他很难受。我这对这个白棋也不能不走，不走的话那那在干嘛呢？就行。对，那实在就疼了。但是粘上也不行、嗯、粘被加下去，他自己反而变成被攻的一方。是啊，都不太对。好像怎么办呢？横竖都不对，怎么办？实在就疼了。靠一个、对，看起来这也是棋形的一手，没错。但是，我觉得范廷钰这种地方是很厉害，确实哈、嗯哦，他下的是顶一个。我觉得接下来两步棋下的非常好。嗯。先顶，有了这手交换，然后再搬一个，再搬，然后你怎么搬？这又不知道怎么搬。对。嗯。这就是说，黑棋如果单搬，白棋可能会断，这个地方黑棋，对，不是特别好处理。那好歹他有转换或者有别的其他的可能性哈。对，这就是白棋一个腾挪的形状。你这顶完了被人家拍了拍了，这受得了吗？对，但是我现在顶白棋会打这个。是啊，那肯定不一样了。但是黑棋先顶，
然后怎么办呢？人家次序打得下得好啊，只能说。所以邱老师说这打这个，然后再打一下。对。啊，待会儿再打你一下。对，我这个我已经不太会了，我觉得，然后再冲你一下。我是不是就冲了粘上？啊，你就冲了粘上吧。啊，不是。吓得太高兴了，打量一下，吓得太高兴了。对，这还得冲。我觉得白棋要哭了。白棋难道再走一个吗？哦，行，不行了，我受不了，受刺激了。这下成这样，绝对受刺激。是啊，确实不能接受。那一路一二路混合爬行，确实肯定不行。所以这个棋也，那也就没办法，不能断。所以说，这白棋怎么弄啊？不能断的话，就没有下一手了。嗯，我就看不到白棋的明确的下一手。我觉得从况来看，虎一个和粘一个都不见得哪个好。反正都不太好。啊，对，反正都不太对。对，横竖都已经下不好了，这棋。对，那粘一个呢，我们忽略掉这个顶，这白棋靠完一粘，这棋还能看吗？对，就完全不对了。嗯，但实战其实虎还不见得比粘一个好。我上面还被打一下，被打一下，然后打成一丁四，然后在接上。你断我再把这插出来。愤怒的从这儿贴出来。对，等于这两下交换，我就白棋这两下交换，我觉得可能还亏了，说不定。嗯。本来你这粘一个是先手。那你好歹就是单粘呗。就那这单粘实在看不了。反正也不是棋。对，单粘。怎么横看竖看也都不是棋了都。是的，是的。嗯、就已经。你怎么下来都不太对，好像就觉得自己对啊，实战等于说被黑棋嗯简单的一个好手之后，白棋的形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。这个时候这个就很奇怪，因为白棋原本是要扩张的，对，现在是没有看出来白棋得到了什么。所以刚才这个飞从结果看呢，肯定是不如虎，毫无疑问。但是他肯定没有预料到会下成这个样子。那倒是、如果预料到这个图的话，我想他肯定不会飞的。嗯，对，那倒是。但没办法，没有事后诸葛亮。但这个点其实是可以想得到的。是的，就是说点了之后，你一系列的怎么个应发？对，这应该是可以预想一下的。对，就是、说对，是的。他可能没有想到，就是会下成这样。对，嗯，简单的这么下，白棋已经很不好办了。实战只能打吃，只能断打，这没办法了。再贴出来，黑棋一扳，扳一个，嗯，白棋一双，哦，这个因为要粘的先手的话，因为这粘目数价值很大，对，所以要粘的先手就确实只能双。然后这个机敏的把它爬掉了，还差两目戏，对啊。再粘上，就这个棋，就下面的目数白棋是没有的嘛？是啊。然后白棋只能从这个方向出来，这个方向应该说是没有价值的。然后被人家跳一下、啊，跳过来，跳过来之后，那现在就是又问白棋了，你要不要走？走的话就是我一通便宜嘛。嗯。你不走的话就实战。棋为什么下得这么难受呢？这白棋，这横竖都难受，是下的。那怎么办呢？就是说从前面开始，这部点开始就开始难受了。是的，这横竖都就下不对了，反正。对。要不就飞一个。就如果你硬我贴，白棋就是这就再退吧。对啊。这边好像还要被穿出来。是啊。这好像是，说不定黑棋在攻白棋。没错。那怎么办呢？实战就不能飞。先点这边。这真是就一步棋没有虎的问题，然后就下成这样，然后关键是被这被尖一下，我们原本痛不欲生。对，最初我们说的这棋白棋是之前爬过的时候白棋形状很好，因为断它的可利用价值很小。嗯，现在不一样，现在是你必须得粘上。我在想他粘上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啊？我太恶劣了，心情太恶劣。对啊，从飞开始白棋扩张的结果是，现在白棋能看到目数底下有三目棋，别的没有。三目棋没活呀，这块棋。就是说，太惨了点儿，还想吃。但待会儿我不会吃你的，我只瞄你一下，让你补一下就算了。你要做眼我就算了。你要做眼我就算了，我不会吃你的。是的，可是这棋还太悲惨了点吧？继续。是啊，这怎么下成这个样子了？本来是白棋的一个阵营，应该说。对。然后是
黑棋左边一个角，右边一个角嘛。对。那么白棋这里比较厚，有点势力，然后这底下有点木，这是很正常。嗯。结果变成人家左边一个角，右边一个角，你这剩三目，然后还没有黄白棋，关键怎么成这样了？黑棋棋形好像很好。是啊，你还没法攻它。是。嗯。啊，实战黑棋再粘回来。嗯。然后白棋飞，黑棋跳，基本上这那扬长而去了，已经。这个局部告一段落也是可以的。嗯。白棋跟黑棋，你说谁厚？我觉得也不一定。嗯。这边还有断，这边有冲有断，然后这边也不厚，等于说白棋所有的从扩张开始，最终白棋什么都没有捞到。嗯。这棋等于说一下子就。这完全不对，一下子好像。嗯。这我感觉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对。如果说开始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战役，就是略显委屈而已嘛，就还好。但是那一代就不是委屈的问题了，这个直接全面溃败。对，这个战斗全面溃败，应该说，嗯，对，对。所以下到这儿的时候，白棋接下来怎么去扭转这盘棋呢？有没有什么方法？对，能够让这盘棋变得混乱一些呢？我们看看白棋接下来会有些什么，哎，是不是有扭转颓势的方法？这一代确实吃亏吃惨啊，可以这么说。不管从目数上来说，这目数吃了大亏，这厚薄我也没见这个白棋有多厚，主要是。嗯。然后接下来这个白棋要怎么下？哦，这个是个难题，应该说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吧，一会儿见。欢迎回来，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棋局呢是2019华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，季后赛第二轮的第一回合是由范廷钰，对阵陀嘉熙，这盘棋呢是两个队都在保级区，应该说呢都是，大家就是如果说赢下来之后呢，他们就可以保级了，这个很关键。长舒一口气。对，好歹先保级了。但是我们刚才看这个棋局呢，确实白棋好像不太在状态哦。这被黑棋点了之后，这一串简直是白棋被欺负的惨不忍睹。嗯。被欺负完了之后，木也没了，破也了，棋也不厚，这外面还有冲断。对。嗯。这棋就关键是找不到一个可以发力的点，可以。就把水搅浑的点是的，很难找。对，嗯，然后等于说这怎么办呢？只能先从长计议了。对，先稳住吧，先稳住，不能太着急。这越着急，只会输得越快。是的，这步棋等于说是防住了黑棋的，比如说最简单的冲了一点。对，冲了点，再被冲了点下，然后再跳出来，然后你这自己跑去吧。对，嗯，对，是的。所以这个也算是以攻为守吧。然后黑棋补中间已经非常好了，因为黑棋没有任何损失，把白棋潜力都破了。没错，嗯。但实际上范廷钰先冲，这地方白棋自己可能还确实有点问题。对啊，他这个地方其实眼位是不足的嘛，但我只要他先手刺到一下，你接的时候他还可以冲，哦，冲的时候他有，但是这个眼肯定是没有两只眼的位置啊。对，这有可能一会儿被冲断了还要攻你。对啊，就是他冲的时候白棋如果退的话，那么黑棋冲完之后至少再长先手，再冲先手，白棋都没有眼了。嗯，然后黑棋就可以先比如说外面跳一跳。对啊，那这个地方白棋自己是因为冲掉这一下之后这边的断点已经存在了。没错。嗯，就全都是把握的，你总不能就总是跟着我走吧，那如何争胜呢？嗯，本来这儿就亏了好多了，已经。对，那这个地方白棋就也不能硬挡，硬挡没有意义嘛。白棋就很贪，怎么办呢？他靠了一个挡住。哦，好歹是把这个先接回来。对，这个非常大，目数很大。这是目，在虎路啊，等于说白棋其实自己是需要他先做虎，他先毫无疑问，他先防住。所以如何搅乱局势呢？先把自己稳住，你不要着急，慢慢的等待机会啊。对，黑棋打吃。是的，粘住，黑棋靠一个，这是试探性的两下，就是因为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地方嘛，白棋局部，虽然有一只眼，但另外一只眼呢，还需要再走一手才能完全的瞪出来。
你下这种棋我太高兴了，这特别开心的，跟着长就行了。对对对，你冲我连挡都不想挡你，我就长嘛。你再冲我再长，很高兴把自己目全围住，然后棋全后了啊，一会儿就输飞了。这东西，这是最理想的。是，那白棋不能这么下，怎么办呢？白棋可能会团，但团有一个不好的是，这是外和里的交换。走下之后，这一带出现了很多可利用的空间，比如搬啊，比如加，比如各种啊，对，都是有可能。是的。然后这块棋黑棋很厚，就可以，就比如实战接下来不是并这个吗？那就再并这个吧。他能靠到一下，他就觉得已经赚到了，是吧？对，已经赚到了，肯定，因为至少搬一个存在了。是。加一个也出现了。没错，这也差很多了，中间已经厚薄。对，因为这两下我不太会亏。是的。那现在涂家一怎么办呢？不肯被便宜。反搬。搬在外面。白棋黑棋等于说这个地方是先手冲出来，是先手冲裂，自己已经连上了。就我的概念都是，我以为他会把它断掉，但是他们好像没有这个概念。就关键是我干嘛断你？我也无所谓了，因为断的话，白棋这个下的好处是粘先手之后，这个局已经活了。对，他就想先手粘到一下，对，是吧？所以就是说，黑棋断开的话是威胁不到白棋整体的，那就只能是跟外面有关系，那就意义没有那么大，那就别断它了，是吧？那就反正没有这个必要。对啊，没必要。我也很厚了，我就走木嘛。是的，这回棋还是跟白棋演的还是有点关系。想起这块棋简直是啊，我也只能叹气，对，剩下叹气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对，有点惨，那确实是的。白棋实战是。是他贴了一个、先稳住嘛，没办法，要不然被人就走了，他还是不是的，就等于说白棋从飞一个扩张开始，最终自己这三步棋这边也花了两手棋，因为这两下做交换，等于说给自己又多花了两手棋，对，其实并没有多少目，是的，这一代是灾难性的一个战役，黑棋中间飞了一个，黑棋就。这个彻底的怎么下都可以，已经不太会了。对，那接下来呢，我觉得比如说虽然说这个段不太可能不是很合适，比如说你这粘我就把你吃了嘛，这多简单明了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反正都是木嘛，我把木吃掉不就完了。对啊，他这个也就是把自己连上就可以了。对，那白棋还得考虑先粘一下，因为粘掉的话这就变轻了。是的，但是黑棋我无所谓，那三个子的死活我救不救都可以的，这也就是几目棋的问题，这不是太大，先把大的占了，先走大场，这是现在最宽的地方了，别的地方已经都很窄了，没地方什么没有目可以走了。对，因为现在就是从白棋套掉下面开始，就接下来的所有的地方白棋都没有走到东西，也就是白棋的目还是比之前的目还要少，而黑棋呢，这个角已经这大概是多少目棋了？这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目棋、弱一点，16、17目总是有的。这边如果算长先手的话，这是5目棋，就是20多了。加上这个5目棋，加上上面如果有10目棋的话，这是多少目棋？我忘了，35。你说太快，我还没反应过来。对，加上这边50目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白棋这个地方不到10目棋，这个地方应该是3目加3目，加上这个应该是10目强一点，大概是这两块加起来大概是20目棋，上面3目，这边有潜力，下面3目，这个怎么的26、27目，加上这边潜力30多目棋，白棋都黑棋都50目强了，是啊，就是目已经没法点了，对，那现在是目已经没法点了，那就是必须得。看，耐心等待机会，然后试图把水搅浑。实战白棋就还得先自保，因为白棋到处其实还挺薄的。对啊，然后中间人家还有很多掌控的潜力呢。对，中间就是说我把黑棋点10目棋，没错，我觉得也不过分嘛。十目棋不过分，确实很容易成。对，然后他点了一个白棋点，白棋点试探了一下，这个时候。这步棋就已经开始试图把水搅浑了，很明显，因为这步棋其实，按理说它是可以，我是可以不走的。对啊，我走什么都可以，就是现在黑棋是走什么都可以，那那反而有点不知道该走什么。对，其实第二个也可以，然后我冲了拐，我哪怕我先收目也可以。对，然后我觉得我哪怕什么
牢牢的也是可以考虑的，这都行，因为这个不关系到我的死活问题。是的，但实战范例特别稳健，对，特别稳健，不是一般的稳健。也是因为真的这个地方不知道该走什么，走什么都行的时候，就是选择比较多，反而也是不知道该走什么。这手棋还是太稳了。那这两下白棋当然还是有点便宜。转了一下，是不是觉得？是的。然后继续把水搅浑，只有这个地方感觉他肯定要冲进来一下，要不然这个木全被围上，他这个这棋还能下吗？对，这个地方唯一的缺口了，可以说他不仅是在破黑棋的木，同时在威胁黑棋这个下面以及中间。所以我是真是觉得这步棋他不如走在上面，哪怕跳一个也好一些，有点稳。我在想能不能反击的问题。反击好像这好像没有必要，这个时候对，我觉得还是长一个脚上二长一个比较稳健一些。对，也有木嘛。对，然他尖冲，然后贴一个，然后跳，那就把这个夹住了。对，夹。从后来看夹好像这几手棋，你觉得木有点损吗？对，就是说为什么走这些？干嘛要这么下的？对，他是觉得中间还不够稳健，看起来他是想把它稳稳的拿下这棋。那为什么不跳呢？我也很奇怪啊。跳又不是感觉最好的棋，下面棋还可以断。他是担心人家还要什么这种飞之类的。那就也贴一个，感觉也没什么可怕的。就我感觉跳也挺稳的，就是说夹还是有点损控，包括让白棋自己就是，我根本就没想到他会这么下，对，他会往这儿加一个，就是这样，木有点损，对，这样他冲的点也是先手，对，然后他跳过来，本身也没有说特别厚，肯定感觉自己优势太大了，对，他还是想要进攻这两颗棋子，但是关键这时候白棋肯定不怕你攻击，我哪怕死了我都不怕。这肯定得拼了，就是还怕死。是的，生怕没有机会。对，走这个，然后白棋在中间，这尖冲了一下，对，开始进入了各种的搅和状态，对，漫天飞舞的状态，让你看不清，属于让你看不清状态。先黑棋顶，黑棋先顶，就是想要先把自己的断点先补住，对，再把自己。那这两下本身木数并不便宜啊。是啊。提掉。不过其实也是把这块自己有点走薄，稍微有点走薄。实际上是。这种地方都有待商榷，但是呢，这当时你下的时候也很难找到正确的下法，因为这。对。就你也不知道应该下哪儿是对的。对。就很难这种地方。对。确实很难，这时候好像白棋我觉得只能虎又要拼一下什么，先全部连回来再说，行，可能这个是不行，因为已经不行了嘛，死马当活马医，对，就这样吧，反正要死就全死，要么我活了我就还有可能，可能还有机会。那他要搬一个吗？棋翻一个很柔软啊，这步棋。我先把这边围上嘛，你连回去，连回去再说嘛，这件事儿。看来白棋还得想办法。那就先连回来再说吧。关键是这边有个打吃的问题是吧？我这几个是什么？几个接上就是。反正我是没有那么。你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退的是退的事情了是吧？急我是要反击吗？我不知道啊。关键是冲完黑棋对啊，就是很讨厌啊，这样还确实，你还搬下去，这样有几段呢。这棋摆是不行，不能摆，只能粘这边，就只能粘这边，黑棋就拐一个。对啊，我不一定非要断你。对啊，那单拐也行啊，那就单拐吧，我就别挤那一下，就是撞气的，这边围住，这边围住，就是撞气的，是的，我也不行，柔软一点嘛，不要下那么太硬了，都行啊，黑棋的下法确实很多，是的，但是白棋就必须让黑棋什么都没有，才可以，这有点难，就是你要把，我觉得能破掉一边也就差不多了，两边都要破掉，好像不太现实这件事情，实际上是搬这个，他搬一个，是。搬这个就是说，那眼见的黑棋肯定是会冲的。然后白棋没有办法。他又搬了一个。又搬了一个。他搬这个。
黑棋反扳住。就这样的话，就是中间白棋黑棋总是有东西的。对，他反正你这里围不着，那里就围一点就行了。对，要求也不高，没有说一定要把它全部围住。对，所以白棋、形势太好了，主要是。是的，白棋没什么太好的办法。嗯，没招啊。实在是只能继续搅是吧？继续拼搏中呗。他挖了一个，对，特别奇怪的地方走了一个，挖了一个，对。然后我以为他总是挡住他的，对，结果发现他没挡，打这儿去了。这个是没看明白，我也不懂。打吃的话，白棋会走什么了？我看了一下 AI 的推荐是黑白棋还是贴，嗯，然后还是走那边，跟这下没有关系。是，我就觉得他这下是冲到他觉得他紧了气了，还是怎么个意思？我也不明白啊。对，我觉得陀螺加 C 的意思一定不是说打完之后再什么抗了，再走这边。嗯，他肯定是有后续的手段。他应该是看到了些什么？估计。啊、嗯，包括 AI 他也没有看到任何东西。我也没看到他站位置怎么了？他待会怕走不着了这下。不是，他肯定是有关系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。嗯、总之、这个，关系在哪里我们看不懂。嗯。我也可能这边有打吃什么的，什么连扳之类的、嗯，或者是先粘上之类的。那、嗯、粘上打吃就不会亏了，对吧？所以不太清楚为什么不懂，为什么不是打住的？或者说他是把这个粘上，然后跟这边有关系，也有可能。有可能，嗯，可能我想总是觉得冲到一下好像有关系。啊，那应该是粘上之后跟这边断点有关系。嗯，但是他也得操作，他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。他不操作他也不行。他如果冲断的话，这里白棋前一棋。对。所以他这是怎么下的，我也不太明白。对，包括就是说我假设我要这边的粘的话、嗯，那你这边怎么断我？你现在反正也断不掉我。是啊，这关系都很大。嗯。但是他挖一下呢，就保留了这个。他要寻找点机会，对，他要把棋局弄乱了一点。嗯。要不然正常下去，他肯定是不行的。对，主要是他应该是要挡了粘的、嗯，他觉得挖一下还是跟断点有关系。嗯。但是范蠡主要他觉得也很简明，我就打吃算了。他省得你、嗯、对跟我搅得看不清楚。对，因为你长进来我就走一个，你也没什么。他就是这么下的呀，他靠的。长进来我就靠住他就完了。你这还是欠个断吗？是，他到处都是断点。对。嗯。所以我也就无所谓。很悲惨的一点，到处都是断点。然后实战黑棋白棋打两下应该是。嗯，就没有什么便宜，这两下应该是没有任何便宜。对呀、啊，走完之后这一带等于说联络还是特别稳，人家都通了。嗯嗯，通完之后，这个棋形这边白棋也没有作为，这边还欠个断。嗯，所以其实这样的话，等于说白棋的拼搏没有什么，没有收获，可以说。我看着白棋的联络真是。这断点实在太多了，就我都不知道他要怎么操作才能把它连得上。嗯，是的。所以呢，他中间确实是很难处理的好，他也就是搅一下，我觉得一般是不太容易出问题这地方。对，因为现在因为我们可以看到，从尖冲跳再尖冲再尖冲、嗯、再搬再挖一下、嗯，本来就是很乱的。对，没有都是。白棋始终试图把水搅浑，但是。黑棋没有破绽让白棋抓，这个打就黑棋就给了嘛、嗯、给了之后白棋也粘可能都被断死了吧，是的，都粘不上，他粘不上应该是，所以那嗯就只能转身、嗯、是吧，转身离开，嗯，打吃接上，然后是往下走，是不是挡了一个，他打下去了，这个我看到这儿的时候当时我觉得不知道白棋他想做什么、啊、嗯，就让你断不掉这个呗，至少是。对。现在是断不掉这个，断这个它可以打完了，扳断你。是的。哦，反正别的我都没看见。对。然后人家先把这个冲死了。对，范蠡就很稳了、嗯，先把这个冲死了。很稳健，他下的。对，因为把看得清的目数全吃掉。对。嗯。实际上后来这个地方，我记得范蠡稍微松了一点。嗯。就是白棋先是仔细点在这个地方，黑棋断一下，这应该稍微亏一点点。嗯，他立一个。他把这个冲死。嗯，他为的是先手捂住所有的棋、嗯，虽然这边稍微亏一点，看得很清楚、嗯，但是他觉得跟目数没有关系。嗯，这个时候他已经确定自己能赢了。嗯，趴掉。就白棋最终的战果是转到了右边，转到了左边，在这边得到了破掉黑棋前列的同时得到六目棋、嗯，在这边
黑棋至少这边得到，这已经八目，八目底下九目吗？算是，嗯，应该是八目棋，八目自角牵两个，嗯，这边围住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三十四，包括这些暗目，各种暗目先不算，嗯，这边二十多目棋，嗯，然后加上这边大概十六七目，那边角上有六七八目，嗯。大概是四十五目，加上这个黑棋还是有五十目棋。嗯，白棋呢虽然涨六目棋，但全盘肯定还是，也是处于一个最多最多四十目棋的范畴。没错。嗯，就黑棋的始终保持着不小的优势。嗯，主要是他这点优势，他觉得已经可以稳稳拿下了。对，嗯，因为这个局面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收官，嗯，没有目数了，嗯，没有。大场只有目数的关系了，对，所以黑棋盘面十几目还该黑下，那这棋就是已经不可能翻盘了。嗯，是这样。对，啊，我们看看他接下来怎么收的吧。对，他长了一个，他想的特别稳健，他想的这地方还有断点什么的。嗯嗯，白棋搭飞，黑棋顶住，白棋应该是在中间走的吧？他把这个挤了一下，我看不到。这个他粘了一下，那这个招棋应该是走在这儿的。哦，他没长是吧？对，他是点在中间的。对，点在中间，这个更大一点。然后他走了这个，粘住也是在拼命。哦，啊，黑棋非常稳健，就粘上了。对，如果中间还能沉出，十多目的话，那这棋简直是对差的越来越多了。对，啊，黑棋白棋贴，嗯，贴一个，他把这个粘上，黑棋把这粘上，然后白棋是这边。这边是怎么下的？就是大概是冲一挤是吧？他是先点的这个，嗯，哦，是先刺的这个，刺的这个，嗯，哦，他这儿先断了一下，嗯，然后断了再交换，嗯，对，这两下好像也没什么便宜的，这个不便宜吗？这一下就是正常的交换，嗯，然后冲了挤这个，嗯，把这个打掉了，嗯，打掉，嗯。冲完挤这个，他是单挤的，啊，没冲，对他没冲，啊，他是单挤这个，他单推，啊，对对，单挤好棋，对，把这吃掉，是的，这个这你不能粘，粘了被我冲断了，对，嗯，这官子下的还是很巧妙，是的，嗯，这边等于说多吃了，相对于挖而言多吃了四目棋，还连带着有挖，嗯，但是就是说。主要现在真的跟目数关系不是特别大，嗯，确实，嗯，实战是长吗？还是，实战是长吧？应该对，长过了，嗯，然后白棋挖死，对，挖死，然后黑棋最后打劫，是的，把白棋打爆，现在就看清了，就把黑棋把，这应该是拐的，拐过一下，对啊，这应该拐过一下，他这个是劫财，这个拐的，啊，这是劫财，哦，拐的时候他是劫财，嗯，对。黑棋最后是打劫，因为这个劫就是说，黑棋把自己所有棋，这该弃都弃了，该连上都连上之后，就全局其他地方白棋没有劫财了。嗯，这个搬一个一个劫，然后就看不到眼见的劫了。对，白棋之前是跳一个跟，跟等于说这两步棋交换了一下，交换了一下，啊，交换了一下。然后呢，现在黑棋打劫了，嗯，打劫了之后呢，白棋的劫财很成问题，他先是拐了一个拐一下，然后提劫。黑棋的劫还是有的，比如这边他就先粘了一下，嗯，他先拖一下，他拖了一个，嗯，白棋只能顶，然后马上还有退和粘两枚劫财，对啊，对啊，这个劫财很多，他就打不赢这个劫。对，白棋搬一个，虽然这个劫很舒服，嗯，但是退吧，是的，然后他提劫，嗯，现在白棋需要再找两枚劫财，因为黑棋这个眼见的还有一枚劫，对，白棋这两枚劫财怎么找呢？就现在是你可以打，但打亏两目棋，一下子亏两目，亏的有点狠。对，他可以打这个，亏一目，打这个亏，打亏一目，这样亏一目，嗯。然后这个你可以走，但这个损的更多。这不行，这又损的有点狠。对，所以你这样，你就算打赢劫，我粘回去，我这挖粘本来也有价值。嗯。然后你其他地方都没有劫，你实战拖下去先冲这个。对。看起来也是劫吧，其实。被粘住，对，就被粘上好像已经肯定不行了。粘住之后，这三个、这四个已经死了，关键是，已经逃不回去了，已经逃不回去了，这四个已经死在里面。对啊，
如果走这个的话，好像黑心还可以搬。搬一个，它是不是断吗？我可以吃这个，吃这个粘上，然后我再搬。这你必须得吃。我这怎么吃好一点？我就想只能吃这个吗？吃一下之后也得吃。那还得也得吃回去。那我再铺吗？那这木也是很惨。这个你那还没粘上呢，我还没粘上呢。啊，对，是的。所以你这还不能落后手。嗯。但你这也怎么办呢？是啊。嗯。所以就不行。对，就是说这个冲不是结，那冲不是结，就是其他地方也确实没有结。嗯。除了损结之外就没有结，但都是很损的结。这打车也损了一目七，对，整整一目七。这边就是已经没得下了，这爬得损三目七以上。这爬起绝对不行。对，因为你损完一目棋之后还是面临你找见，你必须要损第二个，但第二个已经找不到了。没法找劫了。嗯，而且黑棋还有劫财啊。对，最后挖了题就是范廷玉觉得已经比较清楚了，包括之前的长拐都已经为他已经下得很坚实了，就是看他的官子的手法。对对，就是怎么后怎么收了他。是的。后来就是飞两下，他是冲，然后他消解了，就他飞两下，然后这个不去，这个不走也不行，这个不走被关键，你不走被黑棋捡一个，这个全是木。对，我甚至往里威胁你。好吧，然后这就比较惨了，就收的，这样收惨，然后并，并一个他顶顶住，然后再总算把这个粘回去。但这个其实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他好像就。后来就全提回来之后，这边收气也没有了，然后这个还被挡住了，这个被挡住啊，这收的太惨了。嗯，最后也是盘面十好几目的十几目了，他是没收完这棋。应该说这棋主要的问题还是在这儿。对，我们可以看到后半盘涂佳琪已经使出浑身解数，想要把这个水搅浑，他的各种次序啊，想法都是非常规的，都是。你很难读懂他想要做什么，对。对，但这种棋其实是一种，也是一种高级的脚的战术，因为你对方我都不知道你在干嘛呢，那我可能也不知道我应该走什么。没错，我觉得这地方这黑棋下得很好啊，我给大家推荐黑棋的下法，大家可以好好学习一下。总的来说，我觉得这盘棋范廷玉还是下得很出色。对，虽然取得优势之后，你也他就简单的收收，你就不太会动了。涂佳琪也没有找到。明显的机会在范廷玉的手里要翻盘不是很容易，我觉得是的。好，那么最后这盘棋的结果就是执黑的范廷玉是中盘胜了涂佳琪。好，我们的讲解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看，再见。